长命百岁，永续经营，啊，祝福，啊，祝福，啊，咱的所有的市民啊，哈，啊，祝福，啊，咱台南市的发展。那虽然讲是一会，啊，但是伫个黄董事长、啊李校长、啊加林院长，还有医院全体同仁的打拼之下，其实成绩啊已经真好啊。所以我伫个遮，我若再次来表示，啊，甲大家拍拼，说两声啊。虽然讲一年中间吼，咱都拄个看到吼，已经有得到地区病院的病假有病，咱本来是契约是讲三年来啦，第一年就给咱变头病。咱甲要求我讲，你这爱绿建筑呢，咱就是低碳城市，所以你这大楼病院吼爱符合绿建筑的要求，吼爱黄金级的，即摆嘛拢通过，而且吼。这个例子吼，这是算澳洲的人吼，啊，要求伊即摆马上去申请啊，所以大项代志拢有较便宜的要求，甚至搁较超前啊吼。啊，我当初安尼起来的时阵哦，我拢沿路问哦，吼，即大家咱各位市民伫个遮吼，我咧做市长，毋是医生都安好便宜哦，毋是哦，即大家选我做市长，我爱甲监督哦。我安尼沿路问起来，我讲抽血我也甲问。看门即个甲问，坐电梯也甲问，我讲有方便无？有方便。服务有好无？服务真好，吼、哦。所以咱实在是应该爱感谢多谢你，来拍下鼓啊，好。表示当然表示市民真能够真肯定啦，吼、哦。啊，其实这市民俄罗肯定嘛，欢迎你个态度啊，啊，黄董事长啊，甲李校长、院长的说明里面啦，吼、哦，因为拢共四百几层。啊，就已经开八成，啊，包括急诊病床239层嘛，吼、哦，啊，种种安尼加起来要八成，300几层，占床率九成话，咱就当了解。那反应无好吼，未九成话吧，对不对？应该是成话尔啦，吼、哦。啊，所以九成话就表示啥？表示讲，哎、欸，服务真好。哦，头拄仔咱李院长咧讲的，我嘛非常钦佩啊。哦，开脑讲开257粒，哦。啊，做卡子心中的这个心导管713嘛吼、哦，啊，开心550粒以上，啊、哦，表示啥呢？唔是忙，服务好忙，是经勤苦的来做啦，哦，重大疾病嘛，赶快照常应付，照常服务，哦，所以表示这间病院吼，有发挥相当的功能啦。啊，但是咱台湾俗语嘛，咧讲嘛，台湾人定咧了嘛吼，就讲做大事时，有当些较功夫会抓住啦。啊、哦！我这囡仔到底未来安怎呢？那摕着册可能会做老师吧，哈、哦！摕着这个听诊器未来做医生吧，哈、哦！摕着算盘你要做生理嘛，哈、哦！那这抓周哈、哦，我他就按董事长的支持里面哦，他已经抓到了，立志要成为医学中心了。好、哦，来不搞个落井了。这摆是地区便宜啦，下是三级区域便宜。啊，来就是医学中心嘛，啊，医学中心就是像阮新台，还是基美病院，吼、哦，咱真期待，这间病院是咱台南市第三间医学中心，安尼好唔好？啊，所以第一即款的目标下面呢，啊，我嘛勉励吼，咱安南医院吼、哦，第一，吼、哦，一定要转型啦，哦，一定要转，未使兼这个分林妈做病院啦，吼、哦，安尼有利无？看报纸吼，看到咱林大院长一个真难得的医疗的成就啦，吼、哦，就是迄个巴金森氏症吼，哎、哦，也是迄个脊髓损伤啊，脑脊髓损伤有一个突破性的这个进展。我看了伊个大名咧，哇，欢喜咧，看讲哎，唔是写安南病，写分林妈祖病的院长，你看卖啊，来，甲咱写咱台南安南病院吼，安、哦、南、啊、就请啊咧，吼、哦。所以我讲哦，若要做医学中心，第一项一定要转型，啊、哦，这第一项。第二呢，哦，这个护理的这个人员的流动率稍微高了一点，啊、哦，那人员在稳定，服务盖好，医疗品质盖提升，哦，并且董事长、哦、啊，校长、院长，对我们护理人员的劳动条件，哦，爱提管，啊，好用，大家。来遮感觉讲，哎、欸，哦，一个荣誉感，服务大家安尼真愿意付出，但是劳动条件相对其他病，哎、欸，真好，哦，安尼大家拍拼哦，真紧
这个服务，这个便宜品质就会提升啦，吼，我想讲不知道个道理，不理人员吼。哈哈哈哈哈。吼，这个全台湾妇女拢去串联啦，哦，拢咧讲啊，这个就是讲拢无休困啦，吼，啊辛苦啦，啊无法度通结婚啦，吼，连男朋友都无啦，吼。那我们里面，我们卫生局林局长哦，是有请我们台南的各大医院院长，我拢有开过会。啊，也有大家有共识，台南的护理人员的劳动条件一定要比全国要来得好。啊，当然啦，吼，我们安南医院不能例外啊，这第二个啊。啊，第三项我真希望会当加入社区啦，走入社区啊，好比我们今天的唐碧娥议员、林燕珠议员的苏秘书啊，还有郑春良议员的蔡秘书啊，还有黄伟哲委员的陈执行长。还有徐天才委员的啊钟秘书啊黄义文前议长的蔡秘书啊啊阮处长李长拢来啊表示大概真支持啦啊如果我们医院有办法走入社区啊做这个啊医疗讲座的问题啦吼也是安那去服务我觉得更容易得到大家的支持那这个医院成立这个医院的好意啦吼。我想很快的更多人会感谢哈、哦、啊对啊蔡院长跟阿公蔡董事长跟阿公哈一个月还了不少钱哦一两千万还了一两千万我说关键啦哦功德啦你说功德啦哈哈我来不敢当时就不敢泡泡泡泡啦哈新北市你甲招伊无去呢？哦，来伊读台南一中的所在台南市来经营这个安南医院，哦，这个我们啊心存感谢了哈、哦。所以我讲吼，咱伫个未来要立志成为医学中心，伫个这个目标下面，啊，咱前我看到有三项，哦，请便宜能够啊协助配，啊，我相信吼，啊，市民一定会更加支持咱便宜。那最后呢，因为今天也刚好是医院的周年，哦。那很多医界的前辈都在场，我跟大家表示感谢，好，感谢成大医院，感谢医院，也感谢郭仲和医院，哈，感谢大家的努力，大家的帮忙，然后，那这里啊，卫生局哈，林局长最近跟我讲一个数据啊，就是用台南市的平均余命增加了0.33岁了，啊，比常给四个月的寿命。啊，这就是咱大家打拼出来的，啊、哦，医辉支持医疗，大家医疗各大医院，啊、哦，大家安尼帮忙，然后卫生局推动公共卫生的政策，啊、哦，啊，环保局做这个环境整个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一个台南市市民给四个月寿命啦，啊，台南区188万几人呢，安尼等于是。给打拼，造就60万岁、60万年的寿命呢。今天大家先见，哦，那大家就这个怕啊，这个怕啊。啊，这个就是啊，那局长、副市长、市长拢是医生，觉得今天别的所在了。啊，我特别利用这个机跟大家报告。啊，那这个医院草创，有很多地方都需要协助了。啊，包括法令的问题。包括各种，那台南市政府是责无旁贷，那我们协助市政府的这一个委员会是由林副市长领军的哈，他卫生局林局长当执行长，那我们医师工会理事长都是当然委员的，啊，我也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林副市长督导，啊，卫生局林局长和医师工会理事长全力协助，啊，未来也是这个样子，啊，未来也是这个立场，啊，我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啦，就是照顾市民。啊、哦，照顾台南市，那、啊、这个目标我们共同来努力打拼啊！啊，我们新竹医院的苏主任在场了，来，我们开开感谢刘姐，我当。啊，好的，安好，这个目标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啊、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赖清德赖市长。那、由于啊、赖清德赖市长跟我们的啊严副市长现在是公务非常繁忙，协济医疗体系和安南医院的各位同仁投入45亿到50亿，那这个完全是不计血本，不计血本。那安南医院
到最后的规格是，你目前我们跟市政府的合约是区教学医院，所以今年我们也得到，医院评鉴优等，那，可是未来，我们准备参加，教学医院评鉴、护理之家评鉴、产后护理之家评鉴和中度急诊责任。急救责任医院的评鉴，那明年我们更准备参与区域教学医院的评鉴和 JCI 国际医院的认证，那这些种种，我想我们还要持续投入不少的成本时间，可是一切我们都是以病人的需要为止，我们希望真正做到中国医药大学及医疗体系，我们的文化，一切是以病人和学生的需要为持，那同时追求品质第一，那持续创新和追求卓越，同时我们要不会忘记奉献回馈社会，所以在目前安南医院虽然是地区医院。因为要往区域教学医院，一定要听先通过地区医院的评鉴。可是我们是以地区医院的规格，提供医学中心的设备和人才，然后提供医学中心品医疗服务的品质。这个我想，我们不只说按照合约，我们更尽我们的力量来。做最大的努力，一切真的是以病人的需要为止。那未来，我希望我们在市政府指导之下，我们全力配合市政府的政策。那同时，我们也会持续投入资金、经费、人才。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我们新的校长李文华李校长。李校长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分子生物研究所的所长。那他本身在1987的样子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他是发现到抑制癌症的因子，得到提名，这在我们华人甚至在整个全世界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特别邀请他回来帮忙我们台湾生医和医疗产业的发展，所以未来我们的持续配合市政府的政策。那一切以病人的需要维持，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品质和照顾品质，同时我们会多用一点心来关怀我们台南市的弱势团体和贫穷的病人，我们希望也提供这方面的协助，那最后我还是非常谢谢台南市大校长、赖市长、严副市长、林局长和台南市的各位议员，唐议员、郭议员、蔡议员，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指导。那另外，我要特别谢谢安南医院全体同仁大家的努力，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把安南医院当作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来为台南市民服务。一起为我们台湾的经济来打拼。最后，就是安南医院院务长董、市长，还有市长的团队，各位贵宾，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大家早。早。那安南医院呢？从去年1月3日开始试营运。正式于2月2日开幕，那至今呢届满一年，
首先呢，感谢台南市政府哈，这样子的一个大力的指导帮忙，也感恩我们中国医药大学董事会及医疗体系的支持，让台南市的安南区啊居民呢能够拥有一家大型的黄金级绿建筑的一个医院啊。那本院这一年来的努力的目标呢，都是有目共睹哈。在救脑这一方面呢，我们完成了257例开颅的手术，而且在巴金森啊，在脑瘤这方面的手术呢，也都有很好的绩效。那在救心这一方面呢，心脏内科我们李聪明李主任呢，一共完成了713例的心导管的治疗啊。那第一吐壁哈，就是从 door to balloon 了哈，57分钟哈，这个是相当好的一个标准。心脏外科呢，已经开心手术啊，也超过50例啊。那冠状的就副主动脉哈的支架哈。这样子的一个急诊的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呢，也超过17例。那在下肢动脉哈，这个五角病那种下肢动脉的这样打通呢，超过130例。那那个我们洗肾啊，那个瘘管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手术呢，或是阻塞的手术呢，它一共治疗了425例，短短一年不到一年的中间，所以呢这个在救心这一方面真的也是非常的好。那在救命这一方面呢我们胡主任领导的八位急诊的专科医师一共救治了20000多名的一个急诊病患也都是相当的顺利。那为确保董事长说的医疗品质的提升呢在安南医院整个团队的全力以赴那营运到现在呢业绩都有很好的进步而且呢获得很好的评价那今年呢我们为满足整个大台南区的民众的需求呢，我们会持续的在扩张急性的一般病床、急性的精神病床，还有家务病房目前几乎都是满床那我们在去年第一年的医疗评鉴呢，我们就获得优等本来跟市政府答应的是3年内要通过优等那我们是第一年就通过了那今年呢刚刚董事长说的，我们还会持续的接受各种的评鉴，教学医院的评鉴，因为我们是大学的教学医院有教学医院的评鉴呢，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包括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就是一些很困难的病，我们把它能够提供一些最新式的医疗包括这些然后主要的是要守护着我们大台南区的一些健康与生命。那安南医院呢，是中国医药大学的一个体系的一份子，我们将以中国医药大学杰出的这种学术研究为基础我们要建设更高水准、高效率、高品质的一个全方位的医院那为我们所有台南地区的民众服务。当然呢，最重要不能丢市府的脸很感恩我们市长给我们大力的支持敬祝各位健康快乐，谢谢。谢谢林市长。因为今年的时候的3月30号开始开工，但顺利的，其实卫生局在102年的这个1月2号已经发证了。不过我想医院非常谨慎，那整个试营运过程1个多月以后，那正式在这个2月2号开始那从几个数据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市长刚才讲过本来卫生署核定的是431床，那的急性病床，那贵院已经开了350床，就接近80%。那至于一些护理之家或产后护理之家，已经都陆陆续续在开。那我想对台南市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福气。那也很抱歉其实我这个人是行动派的。办公都在车上，那最近我也常常看刚才的时候，我提早快1个小时就到现场，我把整个医院看过一次。那前几天刚好某位议员在对面夜市，晚上的时候在办一些活动，那我吃完饭以后也自己走进来里面绕了一圈。那我感谢说我们安南医院所有员工工人的帮忙。那我想看到我们的这个病友，在医院其实那个是一个笑容，没有这个医院的一个压力。那陈主任市长有些期许的不过我在一个卫生主管单位的来讲，市长只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全力配合医院的经营。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需求，不管是医疗或者是卫生行政，甚至呢，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公车系统，啊，那未来的刚才里长在指示的这个左转的红绿灯，啊，那大家知道都市发展整个跟这个安南肉品市场之间的道路的拓宽等等，那在卫生局的责无旁贷一定会协助各位，啊，那把最新的消息提供给医院，啊，希望的医院真的诚如董事长讲的跟市长讲的，我们是用医学中心的水准来看他。而且我本身是整形外科医师，我最要求是最高、最美、最漂亮，镇上美的境界。好，所以你的地板不平，我走一走就会跟他提醒。哦，那很感谢包括我们的志工大哥哥、大姐姐的帮忙。那我想，整个安南医院这个有目共睹，我自己在私下在安南区这样跑动，也得到我们市民很多很多掌声。那也感谢蔡董事长当时的决定，绝对没有错。你喜欢咖喱啊？来依旧咖喱郎啊，都咖喱郎，所以呢，我们一定全力来协助。那在赖市长领导之下，其实整个团队也帮忙很多。那至于有些这个我们的居民或里长疑虑的这些排水系统，也感谢董事长捐献这些钱，让水利局可以把整个片区的排水系统很顺利的主动的到这个整个大排去哈。那最后在这个周年庆上，等下讲好七折八倍嘛。阿摩啊，一回阵呢，哎呀喏，准备要开始行，可以走。但是，咱要注意一件代志，就是讲，一个医院的成功，其实是日积月累。成大医院在这边才经营26年，好不容易有成就。那在开始学跑的时候，真的要步步小心。我常常期许我们同仁，当然期许这个安南医院，就是说，这个天使都在细节之中。你每一件事情对我们这些住民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亲属，你多一个问候，多一个主动的服务，甚至一个感动的服务呢，其实可以赢得更多的掌声。但是要让医院的一下子倒下去也很简单，所以我常常讲说，如果我们可以多一个爱心，我相信大家专业绝对没问题，但是多一些关怀，多一些爱心，我想我们安南区，尤其我们台南市民之福啦，那有两件事情还是要感谢唐主任这边。那我们这些台南市对毒瘾的病人呢，这些替代疗法，也感谢唐主任的加入，我们这个替代疗法在全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第二个，在安南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石化的部分。那中石化部分感谢蔡宗宏医师，他已经进驻哈。当时我上任的时候，那边门诊一个礼拜只开3-4诊，那市民的这个声音很大。那现在10个诊都开完了。那当然，这个安南医院贡献很多。那正如市长讲，走入群众，走入社区，这是除了医学中心本身的这个教学研究跟服务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走入我们的民众，走入社区，让我们市民更有感。那恭喜这个医院满周年。那正如市长讲的那个单集百公千秋万世一统台南从往医学中心的这个水准去提升以外呢，我们能够让市民觉得说，那边九一一定来安南北，多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真的救命手术，这些成绩都非常的耀眼我看到那个报表里面呢，真的是非常的印象，非常的印象非常的好。那么，我更希望在董事长医疗体系还有其他中国附属医院的这个大力协助下，这个医疗能够更往前进步。我们安南医院的同仁们不仅在医疗上做出杰出的成绩，在学术研究上表现更是亮眼。这么辛苦的状况下还能够发表30篇低流的文章，真的是夸夸夸耀。所以这个大学本部 看到这种成绩，然后呢一定会全力的支持一直使得安南医院的同仁能够更往上层也期待呢，安南医院本着中国医药大学的精神，健康、
官僚关怀创新卓越，记住这几个重要的目标，那么继续的为具有优良文化修养的台南市民做出最好的服务。 OK， 所以我今天呢非常高兴。 OK， 真的谢谢大家，谢谢能够来参加这个交流会，也是第一次我到安宁医院来，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经常跟诸位见面，谢谢。谢谢李校长。